哪儿？晴空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斗仙人叫我们去帮忙。噼里啪啦炮！晴空市怎么变得雾蒙蒙的？这里从来没有遇上这么严重的雾霾，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清除雾霾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妈咪哄，首先你们要找到四个在雾霾中迷失了方向的小朋友。找小朋友，耶、，Let's go！ 前面好像有动静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你看见小朋友了吗？帮我把他们找出来吧。跟我一起喊，小朋友，跟我来！小朋友，跟我来！哈哈，太好啦，就来！跟我一起喊，小朋友，快过来！小朋友，快过来！你们在哪儿？小朋友，到这里来！小朋友，到这里来！谢谢你们！跟我一起喊，小朋友，走这边！小朋友，走这边！我正找不到路呢。做得不错。小胖告诉我，雾霾是从那个摩天大楼上飘下来的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妈咪哄，你们可以去机械城组装一架直升飞机。摩天大楼，耶、，Let's go！我去机械厂吧，你能帮我找到机身、螺旋桨、尾翼和起落架吗？螺旋桨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尾翼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乌拉拉又来捣蛋了，快点赶走他！乌拉拉，别捣蛋！机身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起落架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耶、全部都找到了。直升飞机的部件都找齐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组装一下。把机身、螺旋桨、尾翼和起落架放到合成器里。机身，尾翼，起落架，螺旋桨，啊不起啊不起，噼里啪啦碰！做得不错。耶、成功了！我明白了，原来晴空市的雾霾是摩天楼上面的机器怪兽造成的。打开地图，看看接下来去哪里。赶走雾霾怪，保护晴空市的蓝天。赶走雾霾，耶、，Let's go！雾霾怪，捕
你在污染这座城市的空气。我该用哪一种魔法对付雾霾怪呢？快点一点我头上的叮咚鼓，它会帮助我们的。暴雨，这是暴雨魔法弹。雾霾怪好像很怕雨水。哼，雾霾怪，不许污染环境！跟我一起喊，飞龙在天！飞龙在天！哈哈，干得好！好，好。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看龙有悔，看龙有悔。哈哈，干得好，好，好。还好。跟我一起喊，晴空万里，晴空万里。耶，成功了。做得不错。晴空市又恢复了万里晴空，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。不过雾霾怪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他逃到了别的地方，继续污染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。要真正战胜雾霾，还是要提倡绿色生活呀。至于什么是绿色生活，你们可以去问问爸爸妈妈。